시버 콜로디 단다 니나 유여베디 시버 콜로디 아니 징간주 고백이 아니 곤조어리야 뒤에 목소리 디 니 자갈에 나가보네 생기 좀 내대기 되나 유여나 아니 자갈기 아니 공부 아니 공부다 저후디 전에 실로리야 아니 지난주에 에스 아니 별에디 목소리 숙청 못하지 리모트 단디에 베데 땡주 중문학이야 세대 없이 에스 이 로스에 대한 표현이 아니지. 단 달기 쇼치무지 단대 요리스. 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生死轮转的图来去做讲解。那这个生死轮转的图呢，其实导师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在印度跟西藏都有，甚至是印度的有一些山洞里面也有。 这个生死轮转图就画在寺院的门口，在印度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在西藏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今天印度讲的呀，它的吉达西伯孔罗迪讲的呀，第一卡的定格的西伯玛的呀，这个吉达卓阿里卓阿里卓的定格的，卓阿里呀，这个卓念住松达，念住松念哇伊达念住松达。 那理解呀，你这个怕迷，怕迷，他们也不是啊，怕迷，他们也是不一定的。那里面中间的这个呢，代表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可以分为两种啊，三恶道以及三善道。那你那里解不了呀？他们这个如何理解的呢？严重松的，严重松。 이게디나지금도와리주시는그러면이아니지금다가내나디나야다아도르티비나도와리주시는那总而言之呢在轮回里面的一切有情众生都轮转在这六道轮回当中那你记得了呀啊你这个八卦钱注意钱查的数目有的是你给你搞的数目有的是你那你要查查那题目数目有的 那最重要呢，有一个有三个动物代表贪嗔痴三毒烦恼。那德加学那地母的送给能年早了的，安尼地母的有的，地母的嘞，安尼地母没的吧？嘛嘛是吧？他这个连着的母的地母当，安尼他的信息给，得可能你的母的地母一样的是，我的第一地母第一光的，安尼这个德加基的，安尼第一光的安尼谢丹基的。 地母，德善写上送给给钱的，把它去给你啊！你母的，专门的忙不济，你给地方给来啥钱？啊，你好呀，苦呀，苦呀！你就讲的呀，你母早送一不的，那点那点的。可能早了不的，不的，那点的。贪嗔痴三毒烦恼是轮回的根本，尤其是贪嗔三毒烦恼里面的痴心，痴心是一种无明。 愚痴，愚痴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对于因果的愚痴，对于真实性的一个愚痴，因为有了这个愚痴之后，不知道实际的一个状况，而去造作各种各样的一个恶业，而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轮转在轮回当中去遭受更多的痛苦，所以最重要的这三种痛苦是代表贪嗔痴三毒烦恼为轮回的根本。 嗯，那第一个境界，第一个了，当然，他的文字当然也拿中意先。Yeah, thank you。第一个境界呢，那你文字他的当然也拿中意拿了呀，他你那么碰见的春天，中意的太见了，也是当然也拿中意。 因为有了贪嗔痴三毒烦恼而形成了十二因缘，最外围的这十二种画面是代表十二因缘。那第二，第二，原来中意的呢，他不的，他没离不离。十二因缘里面的最初为无明。但没离不离，那你这个阿拉说的，他的光年修那些的，你这可能也梦不离不的，连着的也梦不离不。 이게 제니에다 디제 지목과 유부 송장 아니
아니 데네 아니 다 지게 아니 레다면다 레상게 가도로 사세 시자르디 네 뭐뭐 머리 그대냐 투르레스 无名是一种鱼痴，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名称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对于因果的鱼痴，一个是对于真如性的一个鱼痴。有了这个鱼痴的缘故，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一个状况，而去造作更多的恶业。那你第你这个龙王这个你的呀，你什么能力啊？你龙王这个，你没有听过有的是。那上面的这个图上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瞎子。就表示他不知道时不知道前面的路。那对呢，你不对，对呢，原来居民呢，你不对，路基来是的是，路基的开始是来啥的？那马里贝王给，安尼这个开始说呢，安尼马里贝还没过去呢，马歇贝王给，安尼来上完的，你不得的，他他不得去收药的，原来就变成你这开始说的，说给伢老们呢，我当每年买多的呀，来他不得休息，但来干啥嘛不收药的是。第二个叫做行，行的意思是说造业哦。你看上面这个图画，上面有一个陶工，他在做各种各样的陶器哦。因为有了行之后，我们就去造作善恶等各种各样的业，从早到晚都在造作善恶等各种各样的业。那第一个的出国有的是就讲你啊，什么天气，啥时候天气，什么时候的第一个会给。咱们所有的来钱吧，那些这个俺们做的，那你这个来啥吧，所有钱，别的给人家当，就那给来人家当，都怕了给来人家当，都来看过老的，那俺们做的都这个来了给人家当，留俺来，那啥钱都得干啥的，都这个来，生意也是来啥吧，那给人家当，忙活的，你给我当那给的，这个来啥的，那那上天的兄弟也是，这个。陶工呢，他做了新的产品，做了新的各种各样的陶器。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无明的缘故，去造作未曾有过的新的善恶等各种各样的一个业。那第一节里啊，第啊你苏本南谢的是苏本南谢的啊你第九节出过的是，但是目前咱们云南九的新南节里啊有的第。就你看过几多几年之前，你丢的是丢的那么些个，那你你可是中国人，那么些的修起来的可能，那他足够嘛点的，全部修起来，你这种这个各个的，他若出国的，那么些足够嘛点的，然后就出外头的些都有那些，那你农村端的那么些的，那么些的来十个个的呀，那你可能就什么东西有的，什么有的，一有的，叫送赞，那你。那么些地给来十个个的呀，那可以，那你可以给他，那个许多青年们都可以那里啊，参加了蛮不重要的，实在就可以重要的是。第三个叫做是，图画上面是一个猴子来代表是，一般的在众多的这个生死轮转图上面的猴子，是在一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可是这里好像在一个房子里面呢。那猴子代表是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心是跟猴子一样，一直跳来跳去，或者说变化多端。那想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去造作各种各样的一个业。猴子也是一样，请大家坐在一个同一个位置，它的坐骨就一直跳来跳去了。那我们造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心而去造作各种各样的一个业。因为我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分别心，很多的疑虑。很多的想法，而去造作各种各样的一个业。以前里啊，那民宿里是西北的，西北的民宿里啊，可是可是建西北的西北方里啊，但叫我来买钱里啊，也给他的那么些的里啊，鱼壳里啊那么些个，那虾虾里啊吃的，那叫我啥物来买壳里啊，呀，这鱼壳里那么些些的，那么些的给他的虾虾里啊的。举个例啊，来三个个例啊，七十年代这张，这部两位个例啊，七十年代的这，那么是第七十一年的事。是，第三个是又分为两种了，因为的是以及果位的是，因为的是是我们造业时候的那个是，果位的是是我们受生，受到了一个新的生的时候的那一个是。那第几里啊？那民宿生。你媳妇的民宿里，民宿里里啊，
明显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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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年嘛呢，他起码呢要做配套的给送他，就租金租金那么收，你肯定民宿的租金也是。第四个是民舍，那民舍里面有一个有一些是有形舍的，有一些是没有形舍的。那这个船呢，代表从船的从海的此岸到了海的彼岸，那我们的心是透附近。母血和合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投入到父亲母血里面去受身。但第一节里啊，阿尼阿爸弟弟也是二三岁，阿爸阿尼机器，但阿爸机器里阿尼这机器是就讲里啊，但民宿他们古早里啊，人生假设的企业这个人里啊，阿尼第二节里啊，这个哦机器嘛，民党那党这党绿党。这个绿色的你的那个街道那你这个地铁地闹的地铁地铁往过要往过往天往过地铁地啊马队跑到你啊这个地铁那个地铁啊你给钱是不要的地铁那你给钱你看不到我钱是不要的但是呢往过地铁地啊往过希望没被隔离啊往过南路里啊跑不到我钱我这个立马都没被隔离啊那就明天旁边不在查我的钱往过要马队跑到你啊我往过地往天我的车也你那个机器你看不懂我就说不好意思。第五个叫做六处或者是六路。那这里面呢又画了一个空屋里面没有人了、意思是说我们的心透入到父亲母血的这个合合体里面之后就慢慢开始形成了一个五官的一个形状或者是五官的一个模样但是里面还没有五事因为只有五官可是没有五事所以这个空房子代表虽然有了空房子可是里面没有人人代表我们的事意识的事但第一节里啊那人观中有的是人观第一那这个有光顾这个你要对你我不要给他说的这个你想想要对车就讲你啊那你得对你鱼你要拆你那你这个他的鱼的往后的学完鱼送的拆你那你这个拆完的电影你说你都这个蛮用的把你那你去过我那台湾东西唱完唱完台湾东西你得这个你这个啥呢人家中国的那个的中国的你出来的那你我们我接不起的呀，从那三大件重要的事。第六个是处，就这边有一个男女拥抱在一起，也就是说，里面的这个刚刚第四个时候虽然有了五官，可是还没有五事。那在第五到了第五个的时候，是有了五事以及事跟境三个合合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感觉会碰触互相碰触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那第一节里啊你刚才你那个民宿希望你刚才希望民宿节那个第一节节主播人过节那你不错了你不错的个别啊你这个那鱼的黄布那么些送菜菜的节里啊你错了的都给有没有意思你错了的都里啊有没有感觉哦你错了多少的什么就错了多少的什么那你直接给错了地图给融化地图给我的现在你也错了出去了错了出去的你自己命那里啊大家对不起你送给我的你错了的修行不修行我送给你的存在的意思第七是到兽那这里呢有一个人的眼睛种上了剑也就是说剑跟是三个合合的情况下互相碰触碰触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会有一种感受那这里代表画了一个人的眼睛种上了剑
表示说那种的感觉是非常的强烈，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感受，开始有了苦乐的一个感受。那第一节里啊，塞不得的是塞不得，那你这个叫我亲们里啊，那你这个说是信了不得里啊，叫我亲们第一个，那你阿达哈里第二个呢，海个那女的里啊，塞不得有对讲的啊，那你第一个塞不得，出现多大嘞？那你肯定个是就你枪拿过来去的，枪的塞不得是枪的 edit 下的。那唱的休息一点，稍微有耐心啊！你说说人你休了不得呀？有空了呀？叫我肯定是个恰月呢，你稍微的呀？你稍微的个睡得不累的呀？睡得不累？我那没累个不呀？累啥啥不的呀？睡得不累？稍微的呢？你没唱听的节，你出不了的事。第八叫做爱了。那生死轮图上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酒杯，意思是说。我们今天造下了一个透露到天道的一个业的话，当我们快要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业力会增长广大，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很想要到天道去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业力非常的增长广大，强而有力了。那这里的话，一个爱喝酒的人拿着一个酒杯，比方说他快要喝酒了，意思是说我们的业力已经增长广大了，快要投入到想要投入的那一个地方。那第一节里啊，那你两百里是，但三百里输七了七百个里啊，那你叫我那第一个叫我连队给三百里有对讲里啊，那你第一个三百里输七了七有对讲里啊，两百是的，第一个我们对不起给他，都现在第一个连队连队里啊，叫我什么连队里啊，没谁给他的，是给输七了七的，那你两百点个不要，你输钱都不要的。第一没讲的，第二呢，心多有心多连连的去出不了的事。第九叫做取，那取的时候，我们刚刚投身到另外一个生的这个业识已经增长广大了，到第九的时候更加的增长广大，更加的强而有力。画面上面有一个猴子开始摘果树上面的果实，这代表业力更加的增长广大。那第二第一节里啊，什么两百第一节里啊，两百第你叫我连队输七不七的，还得越不送账。那你第二第二呢？叫我什么四百里啊，中国的？那你几个搞什么的？我就不是，那四百里的，四百里那有没有？当个第一个噻，这么近，我们工地就应该去村里了的。第一代叫我，第一叫我爷爷的，如果学差不去，给不上账，你，那买苦瓜的呀，那米粒子今年有没有那买苦瓜的呀？你，第叫我念啥的？第有没有这么近村里了的事？第十，叫做生，途中有一个孕妇，也就是说第八甚至第九的时候。想要受生的业力更加的强而有力，更加的增长广大，之后开始投入到，之后就开始从舞台生下了。那这边有图上有一个孕妇代表生。那第一节里啊，你叫我主要的，你这个专门恰在的节里啊，专门恰在那个地里啊，他谈的光里啊，等给穿的越来，你开始了民宿，你。民宿、街区、人吧，啊，你第个地的，专门地那个地里啊，住的有的是，专门地那个里啊，住三百钱里啊，啊，你现在的，啊，你叫我有过的是，你叫我地里面不接那个钱，啊，你住有的是。不好意思，刚刚翻错了，第十个是有了，就是已经怀孕了，表示说在她的母胎里面呢，这个已经受生的小孩或者受生的这个众生母胎里面正在。正在形成了一个人的整个体，人的整个体性了。到了第十一个的时候呢，开始生下来。第十一个叫做生了，第十个叫做有。不好意思，刚刚我翻错了。那第十一个就开始生下来，业力也已经增长广大了。那母胎里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都已经圆满了，就开始生下来。那对呢，你提起来啊，你对呢，中医问题可能是那可惜的是，你那检查的起来啊，你检查的起来啊，你心，那对呀，碰不健康的呀，体重也是重要的。那对，对呢，那中医，但
你擦的擦的几个光的这边，他们连你修的修的也是。第十个，第十二个叫做老死的，因为生而老，因为老而死，这就是一个人刚开始造业而深入而去受生，结果到死的一个过程。老，生而老，老而死。Can you make it now smaller? Yeah, thank you. 那你这里啊，你开始中国的时候，那等于他妈来啥个呢？前天你用到的，那天用到中医的，你用到的，那你来就啥用都干的呀？那你叫我你给哪里呀？用到的呀，叫我你给哪里呀？那你等于用到中医的基础的也是。那这个十二因缘呢，它是一个造业之后要如何去受生的一个过程。以圆满的一个角度来讲，最快是二生里面能够圆满整个十二因缘。那你哪里啊？边呢？那不就恰恰边呢？叫我地里啊，你来你不去杀，是吧？那你们这个哪里啊？俺就你们这个哪里啊？来不得里面的家长们不杀杀出来的事。人家印度讲的呀，边呢？爱得里来，没给我去钱呢？那你？顶住了，给来是啥原因呢？那你他妈没力气给来啥？你不独自给，那他妈没力气给，你不独自来啥？第一个不要那么些钱，第二个送的他不来啥来给，那给人家要注意的。那呢，送的他妈来啥来给来啥？那单单让人来去，来没给我去，那印度这边呢？顶住了呀，给来是啥原因呢？那你第一个送的人单单让去来啥？接下来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去做解释。譬如说我今天造下了一个恶业，那这个恶业将来会让我投生到一个畜生道的话，首先呢具备前三种，也就是说无名行识，我今天造业的当下已经形成了这三种因缘。但第一节里啊，那修了那么多年，原来给我什么能力啊？那投入的给一杯呢？那十个那么多呀，那你三百多两百，我那三十万来得了呀，那你来得少得不行，来得了呀，没不钱，你才敢追呢，那你三百多两百一个，那你十个那么多呀，你没不对，那是你呀，呀出去了钱呢，第一个，那你投入了几个来的，三百的，可是来得了呀，少得不也是。当我临终的时候呢，有第八跟第九因缘，就是说爱跟取，去滋润我曾经造作的这个业力。滋润的意思说，去让曾经造作的这个业力更加的增长广大。那第七里啊，连水都不差不多，那你南山那几个人是流干的呀？那你连水不都就不累死？等第七跟第八，也就是说爱跟取圆满了之后，就开始形成了第十有。那十个的主菩萨的，那南山不给几颗色的民宿钱、给钱钱，那人吧，那错了吧？我的第一的来修的，那准备那个不给，那你年龄年长，前面他们那钱的看到，那买起房子里啊，第十个的主菩萨是吧？民宿、给钱、人吧，错了的主菩萨是。那第十，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有是已经受身了，自己我们的意识已经投入到母胎，之后开始形成了第四、五、六，第四、五、六、七，名色、六入、畜、受，会逐渐形成这四种因缘。那理解你啊，给我的主钱呢？那你在地黑地带，给我钱嘛的了呀？主啥说那边的同居给我的钱呢？地主说呢？那你给不得是吧？那他的民宿给钱，那个车啊，地黑的，那没得这个不就靠的就那地黑说那地主呢？那你嘛给有对个？你给？那你给我的修钱呢？那你那给我钱嘛的呀？你这同居给我，那你也来啥呗？这边的地主就来啥有呢？来啥的地？叫我跟你讲啦，注意点，那你叫我吃么的呀？多点也是，吃上餐补也是。
所以在这个这四种因缘是在母胎当中会逐渐的形成，之后就开始生下来。如果我的业力已经注定了来世下辈子一定会脱生到一个畜生道的话，我会生下来的时候一个畜生就出就投入到一个畜生道，然后就开始经过一个老跟死的过程，到结果还是会死。那你点点眼了注意的人叫你呢没有想的忙得了呀，可是忙不能叫松了的啊，忙到今天叫西等啊你要做不要买的叫松了的呀，做不要往到单位呢，那你别说了就虚伪呢，耶带你来去杀来得开来上不去杀去呢，安尼就是可以能记下来，他叫我可以能叫我去记清楚，你要看到可以叫我吃个个，啊，他米绿，就是开始可把能记明呢，看到就可以叫我吃个个。那第几页读到的呀？你那么通嘛？没得管的，安尼你不读起，但那些书没得呢，怕了记下来就肯定傻了呢。安尼等于你，你读书的呀？安尼来了的呢？等于要那书没得呢，怕了记下来傻的是。最快。在两生当中一定会圆满，最慢至少也三生当中会圆满整个十二因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轮回里面，那轮回总共有六道轮回吗？三恶道以及三善道，三善道是人天以及阿修罗，三恶道是畜生道、恶鬼道以及地狱道。轮回就是这六道里面，如果今天在这六道里面的其中一道，然后我就开始去造业，造一个来世会获得天人果位的一个业的话，我先会去造作，先会圆满前三个因缘，无名、行以及事。那今天我叫我什么的，你谈的来的，你叫我什么的给没有钱，叫我忙过去钱的。那叫我家他们接的呀，等一年来三下个地，你叫我家他们接的呀，那叫我今年没搞的呀，你十个那么的呀，那三百等两百，你就算等的，等一年来三下个地，然后我呢叫我家他们，这个家他们给搞的，叫我这个十个那么的呀，三百等两百你的，我呢年，等一年来三下个地，第一年呀算等的也是，算等不赢呢。那第一、第二、第三呀，说的为中间几，那你那叫我第几年的也是？叫我年龄呀，岁数的不也是？那之后，在这个之间呢，会隔离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一百生也可以了。那一百生之后，由爱跟取就开始滋润我曾经造作的这一个业力。让它增长广大，让这个业力更加的增长广大。那谁说的差别？叫我家他们的，家他们的个不呀？谁来你他的来啥晓得的？家他们个不呀？你谁来你说的呢？你前面的，叫我家他们什么谈过的？你接他们谈的？你叫我听哪里呀？你谈过？你搞啥的？你今天那个民宿、街市、人话、说话的个的？你？세번주니아니디게주고예스아니자탐레제대마타디리야아니때니야나시다디제주고랭아주고예스当这个业力更加的增长广大之后，开始形成了第四、五、六、七以及第十，对，这总共有五种因缘，是第七跟第八跟第九，让业力增长广大之后，会逐渐形成这五种因缘。那你呢？你第几个三呢？第七次的节呀？你第几个什么节呀？你第个三呢？几个他？那你看到朋友说的，你给你中三的节呀？准备节呀？你几个他？你可是你准备是？等这五种逐渐形成了之后，在住母胎的时间都整个圆满了之后，就开始生下来。今天你就讲的啊，那你谈的给你个害怕了，给你叫我你来的，啊你叫我送给哪里啊？等于叫来就啥？啊今天以前的啊，我刚才叫我住一年，然后叫我我住一年，然后叫我家一年，然后叫我。叫我去搞的呀，你三零年的时候都，你叫我千万的呀，你带着他们的中间叫我送给我们去，也是。
所以总而言之呢，最慢是在三生之内能够圆满整个十二因缘的，也就是说第一二三无明是无明行识是这辈子会形成的。那在这个之间呢，也可以隔离很多生，一百生甚至是一千生，一千生以后的有一天呢，由爱根取，让我曾经造作的这个业力更加的增长广大而去受生。因此总的来讲，最慢也是三生里面能够圆满整个十二因缘。那第一那第一那第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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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他们也怕你啊叫你的意思但是你给主播去看路径叫你的意思是不是夸了这些有什么东西夸了他的那个那个不是这个有什么意思。那刚刚讲到的这十二因缘是一个投身的过程，等投身的整个过程都形成了之后，投身到何处？投身到六道轮回。由何而投身到六道轮回？是由善业跟恶业而投身到六道轮回。如果有造作更多的善业的话，投身到三善区；如果有造作更多的恶业的话，会投身到三恶道。어떤사람주변에다들미리야미유리야미유리야이말이미유리된시점도이말이딱내내레상부지사위는미리야개개초월이발개초월이내내레이바지사위는아니여성성가요로지리야품으로했어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是获得是人世，我们在人道。那在人道的时候，如果我们所造作了更多的善业，我们将来可以投身到天道，或者将来也可以再次投身到人道。如果这辈子我们造作了更多的恶业的话，那将来我们一直走下去，会投身到三恶道。你这一句讲的呀，那他那个人就迷迷呀迷呀。요래디금이야최기에두주요래최년년치에두주요래대박개다저번주참외아니류대상고지터가디금들이야나비주시당체네아니지구급대송니최년년치체네아니코로코레나로네타리에게삼루주마다미나아니년주잠리야아니마이키주무이네연주리대야기위네연주리에겨그제기위아니지니숨시주마피아제동디네스기위네今天来的早说呢，也人家那来从马街的那个是。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暇满的一个人生，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一些善事，比如说去听闻教法，来去好好的去行善，来好好的去调整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只是行善的这个程度时呢，将来还是会轮转在轮回里面。就算我们将来投身到善居，他还是在轮回当中。等总有一天呢，我们整个这些善业的福报都享尽了之后，一定会堕入三恶道。因此，为了突破或是为了跨越整个轮回，而去从现在开始要努力，要改变自己的内心。对对对，讲的呀，他让他他那个人最叫我上过的特别高的呀，那几个。대로장이야말해봐지네근데코와용조내내탈이에게탈피이체네아니지금고로지송리추경내지지금어두위는간대지리야성불리위네근데코에나리야지금근데동의에다모든면에지노의이익을해니나리야다지키지시바도코와람하다바도리야파람하도바도리야근데니나리야다겨와때도봉차봉차봉차다장래대비랑제네동의那里也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目标如果只定在一个将来能够脱离三恶道的话，那我们还是在轮回当中，甚至在轮回当中可能会生生世世，将来的生生世世一百年、一千年，甚至几万年，还是轮转在轮回当中的话，就算我们投身到善趣，还是会被这一些十二因缘。或者是生老病死的痛苦所束缚，所以为了跨越整个轮回而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去做，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下场还是一直轮转在这六道轮回当中。
Can you please make it smaller? Yeah, thank you. 那你你是不可能的心电影的呀？那你你是多少？你刚才举例，你是？那你那你你从哪里？是刚才米大伯，去过米大伯的？那你刚才举例，去过米大伯的？那你哪里呀？马上就他对对应的。这方面不记得呢，就我们大部分的他看的，的南关尼的、甘关尼的，那你看，看这松的问题，那你去看对应的，那你去区域的，那你对的，马达瓦钱对哪里啊？伊讲做的啊，对大多啊，你那点样啦？注意的，就我们大部分，全是对应的，对哪里啊？那有什么地方呢？没事。拿着这个生死轮转图的这个。像是猛兽怪这个东西是代表死亡无常，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到这个轮回的话，时时刻刻都被死亡无常所束缚。那今天这个考试呢？今天他也呀，你一个得拿完两块钱吧？拿完两块钱的呀，才给今天这个抢注点的呀，都是浪费的。那你得你他吧，你这个拿完了呀，地面差多。没吧，你到我中间到我这里啊，这边吃没吧？人家做我这东西，那你晚上就有别的，那距离啊，这么没吧？现在这么上个水泥，那你那个吃做，这么那么他们这打过车呗？你他们两点的，你也没有那些，那你我什么注意？什么原来注意的？那里原来注意的？你那他们的，你我的他也的，他们的，你生意做的没的呀？就对那些单那些。再来看右上角有一个圆月，那导师释迦牟尼佛指着这个圆月，这个圆月是完全远离污垢的一个圆月，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也可以完全一切的污垢，终有一天呢，也可以脱离，也可以获得一个完全远离所有痛苦以及。所有轮回以及轮回痛苦的一个解脱是可以获得的，那这个呢有导师释迦牟尼佛引导我们抵达解脱的一个途径。你看这些他的国有的区别，难道我就对对人间都对什么区别呢？那他们解不了呀，但这一个的没理会见的来啥来啥完了点点你扩了呀，扩大的这个的，但是原来中间地前的地五国的，地前的地五国的，现在车上上不当，原来这个，那修的肯定有国的，教的有国的，教的肯定有国的，那这个十八年有国的，十八年那两百年有国的，那两百的那十八年有国的，这里是用哪样上不起当，对吧？我在这里是陆军上不当当进去，那陆渡也上不当当的，那。你这个不是叫我到呢？啊，你叫我不是没你不没有说呢？啊，你来到这里，来到我这呢？啊，你哪么去到这里？是你的事情。上个当年花落了，住当的时候多，花了到当的时候多，那花了他不结尾呢？家里没有说过多些，上个当的光景的，上个当的怎么样？菩萨阿弥陀佛，他没你不难的呀。你今天可能眼红的没你不，你没有说过多些，你讲你要光景的，你阿弥陀佛来听。你上路，你当前呢？你他们有工作了的，你这边就开始跑了民族街啊，阿弥陀的，你这边你他们来，他也给你阿弥陀尊无有的事。既然有了一个脱离轮回的一个解脱，那这个解脱要如何去获得呢？要如何去承担呢？于是这个生死轮转的十二因缘有两个次第，一个是顺起次第，一个是颠倒次第。所谓顺起次第是说，由无名形成的事行，由行形成的事，它是一种顺转或者顺起次第。那以脱离这个轮回的方式来讲，比如说，先如果没有。无名就不会有行，如果没有行就不会有事，如果没有事就不会有名色，如果没有名色就不会有六入等等，这是一种脱离轮回的一个方式，要反复的去思维生去入轮回的一个次第以及脱离轮回的一个次第，这一点呢要反复的去思维。或者倒过来讲，就是说
老死是从哪里来？是由生而来，生由何者而来？是由由而来，那是一个导数的一个方式。那总而言之呢，要反复的去思维去入轮回的一个次第，以及脱离轮回的一个次第。我的弟弟今天天天如出如多的呀，你工作呢？你自己干啥呢？你自己内陆到个特殊车呢？你可能做个特殊车，你当可能做南北经营的车呢？自己南北产业的民族路进开的是呢？民族精神的那个民族做的开的是呢？那就可能他也。人从呢，他们通接住的光通也，另外从呢，破坏了他也的，你这个什么东西的，两个人有关系啊？那点点也那从那个入住农道的呀，光不也那什么东西，你点什么出来的？那咱点点有关系啊？这个来啥蛋的，破坏了破蛋的，那你俺那可能就破坏哪个有点吧？我的破蛋肯定是错不多，但你给你什么蛋的光接的，你来的啥也的破坏的，他也他脾气不也的，他可能就。能不及一杯茶呢？应当来追求的是的。刚漏犯了一句话，我们只要反复的去思维之后，才会了解到说，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无明而形成的。那为了断除最初的这个无明，反复的去思维升起次第的，去入轮回的一个次第，以及脱离轮回的一个次第，而好好的去修行，是相当重要的。为了能够获得脱离轮回的一个解脱而去努力，身为一个佛教徒，至少要做到一个脱离轮回的一个解脱，至少要承办到脱离轮回的一个解脱，这个是身为佛教徒的一个底线，这个是必须要做得到的。如果更好的话，那就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要去承办更深一层的佛果位。但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至少要为了自己能够脱离轮回的一个解脱，这个呢必须要去承办的。那为了承办解脱跟佛果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反反复复的去思维整个轮回的过患，以及要反复的去思维要如何去脱离整个轮回的一个过程以及它的途径。今天就讲了呀，南北之秋年年其他的，这个蒙代托的年年其他起码的，军政线的托的年年其他起。但第一个的就在现在年轻人的呀六种情况六年前的休息的情况你的就感觉超过千年前的年轻人的有的给你的超过千年前的能为年轻人给做给嘛的能为年轻人做的六年前的工作你看距离呀永远通过这些的也持续成功的由此缘故佛教并非是一种迷信的佛教里面所提的每一个内容都是具有一个可靠的理由。那为了能够获得这一些我们想要获得的解脱以及佛果位，必须要去修行以及修心。那为了能够好好去修行以及修心，首先必须要好好的去学习，因为我们提到一个文思修嘛，所以首先呢必须要好好的去学习佛教的整个教义。这里就讲了这个感受了呢。农村人给他的名字的土地先给用的。我南北两年前，两年前才完了呀。完了被这个开发干了干什么去？发家完了两年前土也没多少钱。你点不了我呢？干了干什么这个？你去当大约那当了当，我们两年前当的，你冷路加钱不顶什么手脚呢？你能呢？干了干什么去？农村钱能买些完了呀？两年过了些，干了干啥？所以有时候我去西方国家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就开始跟我说，如果真的要做一个佛教的修行者，那首先呢对于佛教要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如果对于佛教没有一个一定的了解，那佛教的修行好像是没有办法。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对于整个教理没有一个一定的了解的话，那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去修行，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如何去做，要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内心。你看的地咱们的咱们下去但是说的就这块多年就这里呢那你过了几个月。那我们演讲先到这里，接下来有还剩下半个小时，那在这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问答题，如果各位有问题，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